直接关起来暴打，让他没了，没了兄弟，够死了。我们节奏完美掌握在自己身上，直接一个无情单杀两位，抱歉的宝贝，自习室的路野啊，八分钟啊。这家鸡翅我认为是真的蛮好吃的。打过工吗？有啊，我就打过工。之前你可以去我的那个 YT 的播放清单里面有那个普里的故事，就是我之前打工的故事。对，哎，我帮抢，我帮抢，坏啦，坏啦，坏啦！好，不管了，给你一颗打野。好想看我雾起，可我雾起真的不太会啊，需要练一下，需要练一下，雾起不太会。新角通常要练几场？嗯，看他这只角色适不适合你吧。如果他很适合你的情况，其实你打一下，你就会很容易上手。没错，雾极也是需要操作的啊，还是雾极不用操作？请求集合。他会直接冲进来吗？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们的好像凶一点。哎呦，来，对我打出优势，我们也要打出优势，一分钟好不好？瞬间打出优势。他一定一等嘛，所以他过来的路上一定很慢，我们直接反掉。然后他一等的情况，基本上他等一下直接过来，好不好？同学们看好了。哎，他不来，白透视才等你。我的我的，谢谢，感谢岛内零秒。OK， 我们直接带魔龙出来，我们直接把魔龙带出来。看他没血了，他回家。如果他这波随时有机会回去帮忙我守红，有没有？我们直接把魔龙带回来。帮忙看一下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气好气，红嘞红嘞，干他妈红狼前掉来乱，因为我们是费尼克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打。我们今天如果是甲虫，我们就打不了了。来，兄弟，大绝肃清，好不好？不急，不用怕，25秒就有了。来，你跟我一起吸，你其实可以跟我一起吸的。哎，你中路有补包啊，其实你是可以吃补包，不用回补的，我觉得。不过没关系，上路小心 ，OK。队友最后一场感受到他们很想赢啊。他被抄了，他被抄了。星葵，星葵那个好不好？超魔龙入侵，超魔龙入侵法就是这样。还有大，不急。我们要打的是，哎，直接关起来暴打，让他没了，你没了，你没了，兄弟，都死了，都死了，这里都要得打。他会滚，他会滚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有红，我有红 ，nice， 好不好？等等，兄弟们，等等要入蓝，等等要入红，等等要入红。这个吃到，我们扣制裁，基本上是不会掉了，我觉得直接扣制裁。来，我们直接过来，喷雾野怪有没有？那只野怪基本上没有顺掉了，我们直接从这个角度吃，这角度吃最安全，因为顺边的 AD 基本上不会过来。来，我们吃吃吃，有没有？直接打出了 gap， 再补一个冬兵，我们节奏完美掌握在自己身上，然后我们顺周下去吃野怪，看一下我跟对面的星葵经济差了多少，直接开课。不用省，真的不用省，不用省，大绝直接拉掉。哎呦，还想抢啊？没门没门，大绝直接拉掉，直接重置 CD。来，你看我们已经差了多少了？1000块，2分钟啊！来，中兵到了，再次交接，直接开顺。他们专打那边吗？哎，可以夹回来，可以夹回来，可以夹回来。星葵基本上是有大的情况啊，我觉得，那他一定有大。哇哇哇哇，没事 ，OK OK， 我没了，我没了，他们不敢，他们不敢，我继续吸，我继续吸，发育发育，吸血吸血，我们等一下吃凯撒其实还是很快的、哦，我们打菲尼克就是要打快节奏，来，你可以顶他，兄弟我一刀，兄弟我一刀，你可以顶一个，完刀，这波不用开大，把大绝留给这条凯撒，对面的蓝应该要重置了。没错，你看，来，直接大绝拉掉，继续出，直接入蓝。这波我们要打粉的，我们这波要打激进的，对面的红蓝同时几乎会同时出，我们直接把他们野区全部反掉。星葵其实没蓝大过于红啊，因为他的二技能当其实是最重要的。来，人就是要很凶，直接把这下兵给断掉 ，OK 吧？直接把下兵给断掉 ，OK。这时候对面一定在收这个，然后我们直接挤回家我们自身蓝区，哎，可以关一高，可以关一高，哎，是关得好，兄弟，来直接往后拉，拉掉，继续补 A， 继续补 A， 继续补 A， 继续补 A，
徐福威 ，nice， 拉掉 ，OK。这边的红最好是帮我看一下，我不确定有没有出 ，OK， 应该是没了。然后我们就继续收狼，收狼之后再收红。这只野怪过来，普攻普攻，然后吃完，松兵交接，直接大绝，清掉肃清，直接拉掉。这时候直接往下打，五分钟好不好？红先不急着收，我们太优势了。他一碰兵我们就处理他，来他踢过了，他死了，龙年他死了，没事。来，第三段直接往听 ，OK。第三关你就直接接二上去补，你会连续刷新两个二，所以你会有两次无敌的时间，最强的时候。然后对面蓝要出喽，下兵可以断哦，下兵可以断哦，我挺你，我挺你，来，我看着，直接一直 A， 直接一直 A。林哥许愿各老爷爷打野今天用这支上璀璨。二技能直接有没有？直接拉掉那个这个谁？这个叫什么？露露哦，直接拉掉他的那个被动，然后直接再次露了，直接再次露了。哎、欸，被动没打到，来拉进来吃，拉进来吃。基本上我已经无敌了。二技能往后拉接一，继续补 A， 然后触发被动，再往前贴，直接一个无情单杀两位，抱歉的宝贝。来，直接中路再开吃，中塔直接过来，叠被动，然后往后无敌，无敌再往前接一，往后拉大绝，再补攻，再补攻。普攻普攻，直接转上，顺掉这个红，然后我们直接再转上路，然后我们继续吃，吃完直接收红区，啊没有是收龙齿，直接收龙齿，别再打了，直接收龙齿了，龙齿直接继续收，哎 ，OK， 吃，接接接接接接 ，nice， 拉回来继续刷。然后直接顺手下去吃七分钟，一接二滚过来 ，OK， 触发被动。这时候太肥了，我们直接第三件嗜血攻。你看我们经济差了对面三千，我们刚两千已经打得不得了了，我们现在差三千，这个好不好？我们直接不给对手活命的机会，我们很窒息式的路野啊，最窒息式的路野、啊。菲尼克打的快节奏就是这样 ，OK， 直接拉掉。对面的蓝要出了，这只小野出了，我等等不会给他机会。我们等一下不吃那个，我们等一下不吃这个绿丸丸，我们直接过来，因为我们会我们的节奏不能掉，因为这样子我们会来不及入蓝。你看有没有？我们只要吃绿丸丸就来不及了。来，我们直接吃，他们没门了。然后我们直接再转中，再转中，中路再转，中路转完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再去顺他红区，然后我们直接再带一波刷龙，再刷一波刺加野区。来，我们等中路叠一个无敌拉掉进来普攻，有没有？小细节，兄弟们。由于四个，你看我们中，我是菲尼克，我们拆的很快，点点点，然后大绝直接拉在这里，有没有 ？OK， 拉掉，限制走位，然后我们直接回来，继续收野，红区在我这，他基本上过来跟我抢，找死，直接拉掉了，然后回去收野，哎、欸，他想当上路，他放弃了，他放弃了，他说哇操，这什么队友，他放弃了，来，你没戏了兄弟，你真的没戏了，他放弃了。没事，你走吧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我不掉自己的节奏啊！他还在跟我嬉皮笑脸，跳恰恰。兄弟，兄弟，人太多，人太多不行，人太多不行。没有二，没有二。命命节奏被断了，不要一点 CP 啊！命命节奏被断了。哇，我不是买嗜血攻哎。没事，我先买甜宠好了。刚刚他算准我们一技能啊，没事，复活起来再打第二轮。大家，那怎么结束了？大家，哇，怎么减？八分钟啊，八分钟怎么减啊？这八分钟减成五分钟啊、哦？高速上分，29%，一个小时半，六连胜 ，OK 吧？强势回归。巅峰前把，我去拿好外送。哇，他只有一个袋，大袋，我好怕他直接裂掉。哭吧，刚好就叫的有点多哎。他胡椒给的有点多。四季椒蛮好吃的。
姜豆腐觉得还好，在家啊，埔里人都知道吧？埔里的梨田啊，大家埔里人应该都知道。在家在埔里好像做很久，好像大家都很喜欢吃。你们知道为什么都要喝这种吗？因为这个很适合一个人喝的分量。你喝那种保特瓶的会太多，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喝完。可乐就是需要有气，那没气的可乐就不好喝。再加上铁铝罐会比较冰，冰的就是比较好喝。最近喝可乐喝出的心得，我就是觉得这个比较好喝。我跟你们讲，这家鸡翅我认为是真的蛮好吃的。这个我已经需要用手了。它的头长得有点像韩式鸡翅，哎，嗯，很脆。它鸡翅真的很好吃，我也有爆哭哎，我没有吃过。但它是不是讲好了我会不会，然后我会吃爆哭，然后特地叫，然后顺便帮他宣传，是吗？可以让我洗个手吗？因为这个。还是我好像也没差。